场那边了吗？不要再下来了。改天不给去了，他骂了。我都刚才我都看到了嘛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相信那一次。Radio。很严格，严重。那边不给去的，那个老妹。啊，下海山。不给去了嘞，你知道吗？他骂嘞，你懂吗？刚才人家在骂你，你知道还是不知道？知道。嗯，不给，我都跟你讲，保安人员在下面讲讲电梯了，我们叫你快点要走，快点走，你不要走，不要去。你要买吧。